大意思，一年一百个行踪分分不通。今年就伫冬季个农料里正往江里去行，今年就会用意气强发客家讲讲来做主题，安排了客家语文表演、户务实施、DIY 夜钓旅游，展现出大意思客家乡情、好客行工热情。亚条沙琪妈妈用强快的呼呼来表演客家文化，有劲闹飞。同时，为一年一百个讲义师客家总发通揭开序幕。除了舞台剧的表演以外，现场还有客家歌曲发通，为民众提体验的歌唱，好巧简单的客家。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嗯，现在转过后。要是真的吃到某个事都念合法念出来，安尼都可以过关。啊，提供某个小朋友吼去做个吼闯关的一些活动，啊，凭着闯关通过的话吼，啊，拿个块兑换券吼来办的发办。由江宜市政府主办的年度客家文化发通，甚至今日在南塘水库村的鹿料理客家庄来举行，除安排客家文化体验以外，还有其他项精彩的节目表演，让民众对客家文化行共认同。今年已经迈入了第十六年哈，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客庄活动呢，是透过我们客协的一个团队来共同来合作哈。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能够让我们嘉义市民更进一步的来认识我们客家的一个文化。客家文化绝对不是只有我们办活动的时候才有，今天有这么大，有这么多，就是累积了很多的能量。这些能量就是大家一起来努力的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是全新客家人口大概有19,300人，客位今年是人口6%，其中鹿料理比例最高，有1/3都是客家。大伯当然盼客家发通，而民众认识鹿料客家庄，特别来推广保存客家文化。客家新闻李新龙今年是报道。